我从来没做过假账，也不屑做这种事。但这份文件明摆着呢，有人跟公司虚报假账，从中间吃回扣。这根本就不是我做的那一份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有人要陷害我。无论如何，你都难辞其咎。这件事儿，公司的法务部会和财务部联合调查的。 好，我要亲自调查。你可以让法务部和财务部一起来协助。你不能参与，放个假吧，先休息一段时间。你不相信我？任何人都不能触犯公司利益，连我都不能违背财务原则。如果我不参与调查，我怎么能知道还有多少脏水要往我身上泼？ 要不这样，我们聘请第三方的调查机构，钱我来出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相不相信？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，我要尊重公司的流程。我辞职。 梁经理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轻易把备用钥匙借给十月。你知道梁经理一办公室柜子的钥匙在哪吗？有些文件他没给我，但我急着要用。如果他回来之前我还没做完，就糟了。韦德可能有，你找他问一下吧。他没有钥匙，也会有别的办法。我真是……你呀，机灵点吧。 以后别总在别人的头上吃亏了。对不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人篡改了我账目的数据。一鸣，我真的挺同情你。你以为的性感小白兔，其实就是一条毒蛇。 我生气不是因为我丢了工作，而是因为我让他得逞。这机会是我给他的，如果你选择和他在一起，你的人生也一定会是悲剧。嗯嗯嗯嗯 交代给我的工作，我都完成了。我做的，希望你能满意。你做了什么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做了什么？对，就是你想的呀。你拿什么证明呢？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把机会让给年轻人，不好吗？ 现在还是公司的员工，代表着公司的形象。这里来来往往的都是同事和客户，疯了吗？
从我跟你辞职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不是云海的员工。我现在只代表自己，好好收拾这个不要脸的女人。以前只知道你勾引男人有把刷子，没想到还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。好了，今天是我在银海的最后一天。不都说了吗？人要好聚好散。在银海工作的期间，我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，签了几个不错的大单，最后还收拾了暗算自己的人。对这个结果，我很满意。在工作上我很苛刻，对你们要求也很高。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职场从来不是一个享乐的地方。我希望你们可以跟着我踏踏实实的工作，以后不管到哪儿都有饭吃，而不是投机取巧。言尽于此，给大家点了下午茶，祝你们工作愉快，江湖再见。To fire, take you high to its releases. You, I will light your candle.